机器人的发展的领头羊将来不是美国，是中国。我还不好意思讲中国，我说在东方不在西方。是不是？结果 我那个弟弟啊 在美国，是不是？他说不是，我认为，对，他又认为啊，我认为绝对是在美国的主导。你现在自己看嘛，你看现在机器人的发展，我们在美国的最基本的机器人发展，我们美国现在看到什么吗？没有。中国现在你发展什么？哎，你知道人家中国现在那个炒菜，从你进餐厅是机器人来服务，然后那个炒菜全部是机器人，然后送菜也是用机器人的概念送到你桌子上来，就清一色全部是都是机器人的。我在美国还没看过，我真没看过。对，也许 我也很肤浅呢、啊，我只看懂餐厅，是不是？我真还没看过哪里有用得上，对不对？但是人家已经用得很自然了，下下脚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啊，这个环节上大家还看不懂，啊、哦，大家总认为啊、哦，这世界还是怎么样怎么样，但都在变，都在变化中。所以我们大家一起加油哦！我们把这个人世间的重点是吧，道德的重点捧在手上，好、哦，灵命提升重点。好，我们放在心里，每天要求自己，是不是？那随着时日，渐渐的中国人强了，强了，强了，然后就是你了，是不是？你就开始普传呢、啊，到全世界，包括东方，是不是、啊？每一个人就这样子啊，大家一起来，像大家都不要动声色，是不是？那重点是要努力啊，要加油啊，是不是？就这样。